为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恩师卢俊宏台长。几几年属什么奖吧？2015年属羊的。我看看，首先小白羊是白颜色的，第二有一个大灵性在脑子里，所以他脑子出毛病了。是的是的台长，对，这还第二他现在不会走路，对，讲话也不会讲，对对，吃东西经常吐出来，对，尤其是肉，脚抽筋，对对对，这个灵性搞得他很厉害，对，我看看是什么灵性啊。嗯，感恩台长。你们家为什么不念经啊？小房子为什么不给他多念一点啊？现在念了590章。呵呵，你知道他要几张啊？要多少？3800。三，嗯，好好好，好好念吧。好好好，那放生，慢慢放，20000条。好。好吗？好的，嗯，这个灵性经常在你们家里，在你们房顶上走来走去。是是是，他经常看着房顶就动。看见了吗？而且到了晚上他喜欢爬，喜欢动。是是，因为灵性上他生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就是这样。啊，是，谢安，感恩师父。对，赶快给他念，而且给他许个愿，明白了吗？好。小孩子还有抽筋。好，那放生多少条鱼啊？是，那孩子的功课呢？师父每天给他念3遍礼佛。嗯，明白了吗？往生咒要念74遍一天。嗯，大悲咒，嗯，好吗？我现在每天给他念49遍心经。我怕他智力。嗯，念吧，大悲咒要念。大悲咒多少？好吗？大悲咒念27遍。好的，师父。那是孩子，那师父想问他以后的这个智力方面。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智力，智商。啊。嗯。几年？2015年，2015年，属羊。属羊的。嗯。智商现在很难恢复，要等到灵性全走光之后，身体慢慢好起来，他的智商才会恢复。现在他的智商很弱很弱，几乎。不知道，跟个小动物一样。对，是的是的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喊他都不知道。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他的毛病是第一，你不要介意啊。嗯。你老公在不在啊？不在下面。不在。结婚之前有过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，听得懂吗？懂。这是第一个，有灵性上小孩的身。第二，祖上有一位祖宗是有杀业。他家是开饭店的。看见了吗啦？第三，这个家里你们搬进去之后，就是结婚的新房里边搬进去就有灵性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哎，这间房间就有灵性，你们自己都不知道。嗯，有时候看电视看看突然会自己没有了，过一会儿又出来了。对对，孩子的玩具有的时候会自己响。看见了吗？那师父，我们家的这个佛台您帮我看一下，麻烦师父。进门，你们家的佛台是进门进去靠左面的。对对对对。鼓掌。对，明白了吗？嗯，好好拜。怎么水果都这么小啊？嗯，那个水要每天给他喝大杯水。嗯嗯
好吧。好好好的，师傅。这个油灯要加油。好。好吗？好的。这小孩子现在有一个眼睛看不见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啊，我告诉你啊，等到慢慢长大了一点，他才看得见。明白了吗？对，他不聚焦。所以你眼睛这样的话，他看不清楚的。他不跟你对视。对呀、啊，他就感觉有个光，明白了吗？嗯、哎，就是这样，好好修啦！我告诉你们呐，祖上真的只知道自己赚钱开饭店杀生，你不知道遗害下一代啊！听不懂啊？感恩师父。这边上是你婆婆还是你妈啦？我妈妈。你妈妈，你妈妈跟着你一起吃苦。是的。你这个老公也不咋地。对对，孩子病了，他就不管了。对，就要跟他离婚。看见了吗？现在知道了吗？不要孩子还要离婚，还不给生活费。不给生活费，要离婚。你告诉我了，你知道谁会知道？菩萨会知道。如果你们好好念经，护法神会保护你们。好好好。第一离不掉，拖死他。第二，好好念经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这个女儿呢，讲老实话呢，哎，你这个妈妈当时呢，婚姻上是管了太多了，听得懂吗？开始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人好的时候，你是反对的，我讲的对不对啊？对。对。你要知道，你这个因种下去的时候，他现在找机会，他就明白了吗？但是好好求求菩萨保佑，你要忏悔，然后护法神才会保护你。如果你自己不忏悔，护法神不会保护你，明白了吗？你去看好了，慢慢他就会回心转意了，明白了吗？先暂时稳住。好。好吧，把孩子先养好，啊，不要。啊，这个屋漏，我告诉你，小孩子打哈欠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小孩子啊，啊，我稍微帮他治一下。你要答应我，小房子刚刚给你开了多少张啊？3800张。八百张，全部要念的啊。全部要。好吧。你看，我叫他慢慢过来看我，你们不要动他。哎，来，来，来，看见了吗？在找了，来，喂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不要给他，不要给他，不要给他，来，看见了吧，动了吧，看见吧，冲我这看了吧，来，不动了吧，看见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好了。加持半分钟，回家眼睛可以看得见啊。好不好啊？好好努力啊！能够抽到号码，这是福气啊！真的，菩萨保佑你们了。这个妈妈不要太凶了啊！孩子是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不要管得太多，反而被孩子以后造冤，明白了吗？好好努力啊！好了，师傅，我想问一个亡人，感恩师傅。叫什么名字？快讲。吴海建，口天吴，大海的海，建设的建。男的是吧？男的，2014年故去的。是你爸？对对对。吴海建，建是什么建啊？建设的建。吴海建。哦，你爸爸倒长得蛮高的嘛。是是是。嗯。对。哦，这个嘴巴这里特别好玩，有点，有鼻子这里还蛮高的。嗯。嗯，眼睛不大。嗯嗯嗯。啊，耳朵有点招风。嗯嗯嗯嗯嗯。看看他在哪里啊？老人家告诉我在哪里？啊。啊。阿修罗。嗯，好的，感恩师父。师傅，那我还可以给他再念小房子吧？给他念吧。
大概再念180张小房子。好好。你爸爸人很老实的。是是。因为你爸爸是怕老婆。嗯，是怕。对不对呀？对吗？哎，好了。对，说的太对。鼓掌。师父太伟大了，太正确了。好好念经，改变命运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下去吧。好。